主料五花肉馅220克。辅料香油、酱油、白莲藕、小香说、白糖、花椒粉、胡椒粉、陈皮粉。准备时间两小时以上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糯米提前泡两小时以上，五花肉馅提前放调料腌入味，藕洗净切末，小香菇炒软切末，白藕末和香菇末与肉香拌匀，把泡好的糯米铺入碗底，肉馅粉等粉做成肉饼状，均匀的沾满糯米，篦子刷油，放入糯米饼，大火蒸15分钟，再虚蒸一会。OK， 烹饪技巧：酱油要少倒，最好用生抽，倒多了蒸好后，颜色会比较重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